小兰于2021年生下儿子至尊宝后，便将生活重心放在家庭，但仍旧会透过社群和粉丝们分享生活趣事。不过在8月底的时候，她突然停更了几天，令不少粉丝感到担忧。日前小兰透过社群发文解释，停更的几天其实是去动手术，因为自己的胸部里面长了一颗纤维囊肿，所以安排了微创手术切除。她透露伤口的外观看起来并没有很大，但里面伤口仍需要休养。虽然一切并无大碍，却不能提抱重物，而现在15公斤的儿子就是最需要人抱的重物，这也让她不禁感慨表示，女人真的很辛苦。所幸小蛮的老公少翔在她休养期间替她分担了不少事情，让她得以好好休息，因此她也不忘对老公表达了感激的心情。